你盾噶啦！咁啊，主场嘅球迷咧都其实不断咧为主队打气噶，即系球其实球迷就睇到球员球队嘅转变嘅，呢个好明显噶，即系有改变嘅吓。你话够唔够好或者够未就能够将嗰个落后波幅嘅暂时叫做收窄翻啲，仍然都仲系落后紧1-2噶。俾多啲壓力咧，果然而家呢個時間咧，就其實係南區進攻呢邊咧係望住太陽嘅，咁所以咧就對於佢哋有時長傳嚟講咧，就唔算係太過。大明一下半场讲啊，缩晒落去后半场噶啦，唔会主动逼你先嘅，即系最要悭翻啲体能，呢个好紧要。好，转身搵唔到位啊，港威招，你系都几主动攞个波嚟用嘅，你唔守横线，避开一个，避埋第二个，再连上去呢下就 OK 噶，再分翻过去左手边冚上嚟，波比调翻转头守横线，俾入去，哇，通到坑渠添，继续都系波比。